码头相比，我们的科考码头在于是我们是针对科考船和科考单位的需求，专门的去打造，就是打造针对性的集约化、集成化的一些科考的服务配套，以及相应的支撑的基础设施设备啊。我们现在给这些科考船以及科考船使用的科考单位提供的是全方位的一站式的科考服务啊，有比如说船舶靠泊那个物资供应，船舶的供应，然后有加水加电，然后还有以及其他的那个代办事宜都可以，特别是我们还提出了还推出了共享航次啊等等这些的服务。